你以为每个人像你一样为了钱干这些丧心病狂的事儿？告诉你，我徐大春赤胆忠心，只要我一日为警，就会为人民尽量铲除你这种败类。想收买我？嘿嘿，生什么你？我徐耀仪，叫什么你？现在就能把你就地正法！嗯，不要杀我，一个亿！不要杀他！ 过来！快，快，大嫂，我的账号是245-289-2109。哎，你儿子，我的是大徒弟们，K1，先给救我，我给他3亿，3亿啊！3亿！ 机会，你是要命还是要为国捐躯啊？你是爱自己还是爱国呀？我这条命早就是国家的了，你看着办吧。嗯，好眼，上面果然没有看错人。谢谢，应该的。你们不是死了吗？ 真好，真好。谢谢。我叫李翔，是天安科研中心的主管，专门研究高科技这些产品之类的。我看过你的档案。 你这个人忠肝义胆，爱党爱国。刚才那场戏，看得出你对国家很忠心。嗯，刚才那场戏，你信不信？在我们亲戚朋友当中，很多人是机器人。不信。你又信不信？
机器人可以刀枪不入，飞天遁地，想变多大就多大，想要多快就多快，快起来连跑车都追不上，完了吧？我呢，这辈子虽然从来没踏出过平南一步，但是我对外面世界的一切信息还是了如指掌的。凭什么这么肯定？凭经验，凭知识，凭直觉。直觉倒不是说是个回忆啊，知识如果不与时代同步，只会变成障碍。这些明明都是假的，你都当真，还谈什么直觉？你看他的这个笑话，他的名字叫做搞不定、看不清、视频中毒，是我助手英明的最新发明。小军，国家呢已经发明了第一代的智能机器人，而我们天安科研和国安局呢商量过了，在没有确定它的性能100%安全的时候，为避免引起社会大众的恐慌而不能够投入社会服务，所以我们也找到一个能够信赖的人，就像你。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你们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从小立志要做一个真正的执法者。我为了办案，连我父母出车祸的那个晚上，我都没去医院见他们最后一面。这么多年，我请教过几十次，无非觉得是自己是大材小用。今天你们是慧眼识英雄，好样的，说吧，我几时启程？去哪里啊？把我跳出去啊，去我该去的地方啊。不是调你出去，是调个机器人进来啊。我在这地方快要发臭了，你再调一台机器过来，不怕它生锈啊？哎呀，你的任务就是替我保管它，最重要是不能让第三者知道它的底细。行啊，他谁啊？人呢？已经来了，在那边。来一根，得了吧你！装什么样啊？你台机器抽什么烟呢你？没有，是这样的，为了更容易融入这个社会，所以我才带了包烟在身上。所谓有烟有朋友，可以打破沉默。我的程序是可以抽烟的，来一根吧，老板。一本万利啊，老板。同时喷烟，还有支箭哦！看到了吧，不是什么事儿都是你们这些机器人能够办到的。嘿，那也未必。耶！耶！耳朵算什么呀？最高境界是用眼睛。什么？你用眼睛抽烟？你是怎么做到的？人的意志。单筒式喷烟原来在这里这么普及的。哎，你老公今天什么时候回来？看看这谁知道啊？这一片的入户调查你们还没有做，头今天让我们办这事，没法弄。是你能怀的？不是我，是你呀。有啥证据？听。哎，你们俩得把嘛呀？大米，打电话给小蒋老师来修呗。大米搁那拉屎呢。那你帮大米打呗。找小蒋老师，苏梅打不行吗？继续修电脑。切，这么不懂欣赏。风骚成这个样子，换我是色狼也会想要非礼你了。口供里说，当时你发现这个色狼是因为听到他的心跳声，有这么夸张吗？
阿梅，你是女人，看到我都会心跳的，对吧？更何况那些臭男人，大家同学一场，不是不相信我吧？签字吧。原来口供的口这么写哦。透，嗯，怎么了？没见过蝙蝠侠啊？见过，就是没见过那么难看的。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给人的第一印象。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就是上头给我派来的助手，叫 K 文。啊，这是金红安，这是张扬，这是刘斌，这是小咪，还有大咪。这大咪呢？大咪搁厕所呢，这两天不知道咋整的，老拉稀，成天拉稀，没别的。这个呢？嗯。头，我自己介绍，我叫周素梅。哎，好了好了好了，认识一下就可以了啊。不要跟生人说话。嗯，这就是你工作跟战斗的地方。哦，对了，没事别找我。风水不错啊，有个文昌位，摆明升官发财啊。哦耶，嘟嘟嘟嘟，哦耶，嘟嘟嘟嘟，哦耶，嘟嘟嘟嘟。要不要找人帮忙？不用，我自己可以。不要跟生人说话，不是我弄坏的。苏梅呢？电脑死机了。小江老师，还没打电话就知道死机了？有的事情用脚趾头想就知道了，不用你们call我啊！别废话了，快修吧！大家散开，给他点空间，电脑上不了热，都会死机的。嗯，不热啊？那会不会是着凉了？要不给他盖个棉被吧？你还当真呢？他就是装疯卖傻呀！你。啊，苏梅来了。厕所爆了，水漫金山呐、啊！我的妈呀！怎么了？啊，咋回事啊？啊，误人子弟呀、啊！沈巍老师不在学校好好教书，老跑到我们这儿鬼混干什么？想泡我的苏梅啊，也不看看你自己的牙。小江老师，不行就别勉强了。一定行，一定行。你怎么扶他一把？我以为你才扶我。你咋的了，小闪开！OK， 没事了，马桶也帮你们搞定。电脑是我修好的，不修好的。苏梅啊，这种人你可要小心啊！你爸爸在临终之前，我可答应过他，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照顾好你们姐妹俩的。瞧他那副尊容，一看就是从大城市里来的混混。他跟我们可不是一类人呐。我猜呀、啊，他一定是被降了职了，要不然一个年轻人怎么肯自愿到我们这里来、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别看这个人现在人模狗样的，我可听他上次说了，这个人的生活很不检点，特别是在男女关系方面。老徐，啊，你上次让我留的炖锅，嗯，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啊？拿来，赊账。怎么又赊账？说的是赊账，又不是不给你。有借有还，这上的人都这么做吗？不是，走。钱是不是在鞋里啊？啊？是不是在鞋里？哦，好像是，好像是。瞧我这脑子，多少钱？120。还有上两回的呢，下次再说。哟，嫌我钱臭啊？不不不，
走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啊，总是忘事儿，脑子里尽是装工作了。再说了，有钱人经常是忘事儿的啊。哎，对了，今天晚上想喝什么汤啊？只要你说得出来的，我就能包得出来。你们上学了？是。功课带了？带了。早，英神。嫂，你妹妹素清啊，过两天大学要放寒假了，我把家里的床单都换了。今天晚上煲什么汤啊，燕婶？还煲什么汤？人家昨晚上都煲好了。哎，他怎么拿这当自己家养的啊？自进自出的，他怎么可以这么做？你们俩都是姑娘啊。最不好就是那次，请他找师傅修钥匙，谁知道他自己多配了一把。他和老爸是多年同事，也不好多说什么。我只当他是大哥。嘿，等明年苏青大学毕业，我就打算申请调去城里工作。哎，早点来了，早点来了。哎，趁热趁热。来，来。啊，嫌我烦了是吧？啊，那我走。啊，对，这个钥匙还给你啊。哦，不。不是这意思。哎，昨天晚上你那同事乒乒乓乓那么吵，他干嘛呢？吵着你了，没睡好是吧？我这就让他搬去阁楼。哎，高明。门怎么了？大惊小怪！我在每道门上都加装了狗鼻子嗅觉程序，只要在5米之内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就会自动开门。还有啊，我是有透视眼的，什么都看得见。什么？我又没有报假案。哎呀，你不要麻烦他们了。哎，真是的，你又不是第一次被骚扰。小心我告你们呢！走吧。你开骂的呀？来，就你的啊，放着放着。哎，你撂着我看看，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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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抓紧这一脚。不许看，都准备的怎么样了？这就好了。总之，这3年当中喂鸡蛋的全都给我翻出来。头儿，都整利索了，不要过去。你啊，转过去。这3年未结了的案子有30几宗，包括张大妈的假牙找不着了，老李太太丢了16.7块，她强调是现金。村口西叔丢了6条裤衩和黑条奖项，小王的猫找不着了，可能是跟别人私奔了。另外，他刚跟小李打了一架。打得满地都是牙，到现在都没有凑成一副。这些案子这么长时间没破，需不需要跟国际刑警打完招呼，大家一起整得了呗？哦，不用不用，这件事情交给 K 完一个人就可以了。给，你要是搞不定他，我就向上级写报告，那你就死定了。别这么无知了，机器人怎么会死呢？哎，你利用透视眼去看女人是犯法的，除非工作需要。他穿什么颜色内裤？红色。红的。臭不要脸！这个是犯法的。你是领导，你的话我当然要听。开工。哎，你头，收到科考情报，中犯三表出现，这几天可能就会翻案。国家这么大，为啥往我们这儿跑啊？报告，全搞定了，佩服我吧。搞定。这大车队长，哎，不客气，不客气。帮忙真是又靓仔又有本色。K1 就是厉害，王忍扮一种，给 K1 牵住眼，你们说好不好？对对对，我的医生，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是啊，不用这么客气。来，我们的假牙找到了，真是的，真是的，太棒了。走啊！没有你这样的，别，你自己走啊！没事，走了，走了。那咱们各家各位，咱们家整点苦的
与女士沟通要健谈风趣，话题略带无厘头。昨天在电器店，你怎么知道他的鞋里有钱？我有透视眼。昨天晚上你在房间里面乒乒乓乓的，在干什么？没什么，一个男人睡不着觉就烧烧汗、打打铁，再不就修修车，很正常嘛。不想说可以不说，干嘛要说自己有透视眼，又说这个那个的？都怪我不好。其实昨天晚上我是在练特异功能。你不信啊？哎，给我个机会，转过来，来，看着我，闭上眼。啊？闭上眼。干什么？好了，睁开眼睛。你嘴边有东西。哦耶，嘟嘟嘟嘟，哦耶，嘟嘟嘟嘟。身为警察，居然偷别人的自行车。不是偷，是个阿姨借给我的。借给你？为什么？为什么要借给你？我帅喽。赏个脸吧。什么？还吃炒面呢？哎，大村队长，你们今天晚上不会庆功吗？没那个心情。我现在都快被这个电脑给搞死了。要把电脑弄坏超简单，只要上网找春心荡漾369电脑病毒。电脑一定坏。对了，你还没告诉我，让电脑中毒跟书没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让这电脑中毒，我是不能跟你讲的。总之，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了，素梅就有救了。之后她一感激你，还把她不以身相许。再说了，她父亲临终之前把她托付给我，她现在的一切一切都要听我的。长兄为父，阿爸，我会孝顺你老人家的。坐下，坐下，坐下。我除了知道春心荡漾369是毒中之毒，还研究到家里一切电器都可以感染电脑病毒。有这么厉害？坐下，坐下。只要把春心荡漾病毒转化为电流病毒，家里的电器一接触到电流均无一幸免，就连喝了热水或烧过的水也一样带毒。他中什么？春心荡漾禽流感。搞定，这个病毒连 Bill Gates 都怕他。哎，标机哪位同志？微软主席。又微又软，一点男子气都没有。阿爸，现在家里所有电源都充满病毒，只要素梅的电脑一接上电，就一定会中毒了。是吗？我示范给你看看。
个手镯。哎，钥匙找不着，老姐又不在家。素清啊，谁把你糟蹋成这个样子？丐帮帮主你。哎，小江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修电脑。哦，是吗？哎呀，好渴啊！哎，素清，这水不能喝。是吗？不能喝就是不能喝。哎，不要进，不要进，这是报案电话，报的。哎呀，哦，我的脏，这怎么回事？这不，素清啊，你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个椅子这么动呢是很正常。啥呀？小老师，想想办法，能让他停下来吗？小江老师，你跑到哪去了？你快救我！哎呦，我的腰！哎呦，我，小江老师，这两位，这么巧啊？随便坐啊。阿梅来看大顺了。啊不，阿梅那么巧来看大顺了。素梅啊，我每天晚上小淼叫的那么性感，这么解释？来，给我拿着。大顺哥，你没事吧？没事，我怎么会有事呢？怎么回事啊？没什么，你家电器中了春心荡漾369电流病毒。小江，你怎么了？用不着怕，去医院打一针亢奋剂就没事了啊。沈梅老师还上色情网站，素清带他去打针。好。交给我，走。你枉读诗书，斯文败类。走。亏你想得出。开会了，盾雷造上还不出来？马上。为什么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就会心痒痒的呢？心痒痒是人类开心的感觉其中一种，就好像小孩子见到巧克力一样，又或者像热恋中的男女那种患得患失的接触。请注意，阁下大脑的晶片显示你的感情反应堆已经开始学习人类感情，切记机器人禁忌手册第134条是不适宜谈恋爱，一旦犯了禁忌，阻止恋爱程式会立即启动。把桑德这么写挺彪的，日本人都这么写法，是不是挺恶心的？哦，哎，来了，开会，啊！哎呀，才过5分钟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哎，素梅，该戴隐形眼镜了。又不差。昨天晚上我还以为是自己喝多了呢，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真的不用戴眼镜了。等会儿就15号，敲诈呢，自己雇的。不好意思。哎，我的文件呢？这不在你面前吗？不，
不与亮哥一块说吧。咦，这说也不是，这不说也不是，这咋回事啊？大结局没有啊？我录下来了。酒上的。苏梅，十块钱。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丧彪的情况。丧彪真名陈永彪，山西人，1米83，身材魁梧，身手敏捷。过去20年曾经3次入狱，去年抢劫银行之后一直销声匿迹，这次去可靠线报藏在10公里之外的废车场内。大家对丧彪的情况还有什么补充？好，我上网查过，香港红歌星梁汉文曾经在恩爱服访节目里头的华星三报环节爆料杨千嬅的外号就叫丧彪。为了查清楚这两个丧彪他们是不是有关系，我已经赶紧联系杨千嬅，但是他转得略心想要不要我查下去。坐下。其实生擒丧彪的行动非常简单，我跟 K1 一组潜入停车场，逼迫丧彪向南逃跑啊，其他人组成一个特别的行动小组，在废车场的南面的外围潜伏候命，等我命令再进行行动。是。头，就你跟 K1 太危险了，他不熟。他不说我熟，你担心他还是担心我？事不宜迟，大家对表出发。现在是早上10:20。行了行了，你就把东西给我准备好，明天我约了肥山和阿唐他们在这里集合。2:30了，等了5分钟咋还没有动静呢？切，进了厕所脱下裤子坐那马桶也有5分钟，等不及了。喂，头儿，干什么？怕了？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留在这儿我上去吧，再怎么说我也是机器人，他们伤不了我的。屁话，机器人怎么了？机器人也是人造的，造得出你同样也毁得掉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在这里集合。好啊，这风总，这个咬我的新衣服，我那么贵的新衣服让您给咬了，踹死你！站住！踏上天堂了！啊，谁？1个月就有毛病了，哎，你这个东西啊，连我们家的洗衣机都不如。哎，昨天晚上明明充了电的，怎么会这样啊？警察！我打你干什么？活捉他！什么？这盾真……滚吧你电子废物！别跑！打他！
臣。老姐，几天不见 K 弯出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没事，你放心。那也得出来吃早饭呀，都两天了，为什么要躲起来呢？是不是有心事啊？啊！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开心啊？啊！我有不开心吗？你的情况比我想象当中更严重，因为你拒绝承认自己不开心。大春哥受伤了 ，K 文也受伤了，我能开心得起来吗？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原因吧，你分明就是警察，却又想扮演护士的角色，导致自己陷入一个迷失身份的状态。那你觉得我是适合扮警察还是扮护士啊？我个人认为，在大川哥面前你当然是警察，在 K 万面前你就是护士。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是在说啊，你迷失的不只是警察跟护士，还包括同事跟女朋友的身份。我照顾他，是为了帮大春哥赎罪。帮大春哥照顾他，大春哥这么讨厌他，你要是想帮大春哥的话，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哎呀，别这么大声，小声点。万一真的被大春哥听见，他当了真 ，K 温就完了。No， 这没心里惦记人家，喜欢上人家了，那就更不应该照顾他了。这又为什么？最好让他残废，半身不遂。一辈子飞不出你的手掌心。记住，男人不到60岁快死之前，别让他们有舒服日子过。哇，你还当真在考虑我的话呀？那你完了，你已经不能自拔地爱上他了。喜欢人家的话就开口嘛。叫做饭，你有这么跟姐说话吗？我只是瞎掰瞎掰。素梅，你何必要故意假装喜欢那个小子来气我，让我嫉妒呢？什么？我知道你一直不肯对我表白，无非是想让我先开口。好，那我就大方一点，我爱你 ，OK？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不知道？那你父亲为什么在临终之前把你托付给我？如果你不跟他暗示的话，他会这么说话吗？我没有。没有？那为什么我多配你们家一把钥匙的时候你不反对，我炖汤给你喝你又不拒绝呢？没，其实我们是挺有缘的。啊，是吗？当然了。为什么每天早上我们都能见面啊？我们是同事。为什么每天晚上回来我们又能见面呢？我们是邻居。对呀，这就是命运安排的，老天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爱上我。天哪，放过我。对，苍天呀，你就放过他吧，从此以后我来接手你就放心好了。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你怎么会这么说话呢？看清楚，我不爱你。苏梅啊，我可是为了你放弃了调去大城市的机会，我为了你心甘情愿地留在这个破村子里。你以前为什么不说？现在才跟我说！不要再拿我当借口。调不出去是别人不要你，你留在这里是因为你没用。你打试试，别让我看穿你就是个没用男人。我打你！今天不是因为你，他也不会受伤。你老针对他，是因为你看他什么都比你强。你敢这么说话？你打我也说。你当然这么说，打的又不是你。苏梅，你真想跟我分手？
我再说清楚，你不要在这烦我，不要再妄想，能不能调出去不是你说了算，你留在这里是因为你没用，你没用。周素梅，我要打他，我不关他的事。你以为我不敢呢？我天意啊，你凭什么喜欢他啊？他有给你表白过吗？他能吗？爱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哎，我报案呢，到底受不受理啊？嘘，嘘什么？说什么了？别吵。林主任，已经完成了。王安是吧？喂，我盯他肩脖子绿豆面的。这次是不是搞非礼我啊？嗯。什么人呢？好像是来做美容的。那这个机器人呢？名字叫做成龙，编号呢是 K88，最近。他的电脑程序呢出现了一些毛病，他不知道为什么对宗教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常跟其他机器人说，如果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机器人是人创造的，人会怀疑上帝，为什么机器人不可以怀疑人呢？所以我们就派技术人员去西里辅导他了，谁知道他忽然发威，杀了两位守卫，然后就逃走了。途经好长时间才知道，原来他打算买一种叫那个恐怖天使的铀元素，一旦让他得逞，那可就麻烦了，他的能量就会成倍增长，哇，到时候国家安全就会有严重威胁了吧。既然这样，那就尽快消灭他。你搞错了，不是 K1。 我没搞错，他搞女朋友。是误会，我没搞他女朋友。误会？要打打我不关他的事，这他妈是误会啊。误会误会，小徐冷静点冷静点，赵道理，给我的人品不会是这样的，这批机器人都是经过的全国最高明的玄学大师为他们精心设计的手下，连出厂日期都是看过黄历的。机器人还讲这套？那当然了，风水命理其实也是一门科学嘛，其中包含着环境学了、统计学了、生物学了。那你看，眼小而修长，鼻直而高挺，鼻尖这里不是勾勾的，俗称鹰钩鼻。这种长相为人非常善良，很有家庭观念，而且很有上进心的。谁说他这种长相是这种人啊？当然是我了，我是照着刘德华的样子抄的吧。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唱歌跳舞演电影呢？我也考虑过，你不觉得这样对刘德华不公平吗？哦，那你让他破机器泡我女朋友就公平啊。小徐啊，小徐，你说你女朋友给他泡走了，他说没有，那不是让我头疼吗？对吧？是不是？现在成龙案子没有人来接受，我如何向社会交代呀？干脆杀了算了。林主任，我错了，我错了，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好吧，知道错就行。麻烦你，这个叫做 Icon， 专门用来对付成龙。Apple 的只是个设计，表面用来掩护这个 Icon， 很好用的，对付成龙足够了。拜托了。
我是卖药的，有人打电话给我的 partner 赵半天。赵博士没说他有搭档啊，而且你怎么看也不像科学家。天拿水、火油、溶解液、腐蚀剂，你看我像什么？管道工。对，没错，管道工正是我用来掩饰身份的。他就是世界上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当世界上没有发明电脑之前，一切大杀伤力武器的发明过程全是由科学家用一杆笔写出来的。从原子弹到核弹的整个过程，这杆笔都有所参与。直到今天为止，这杆笔不知道发明了多少的杀人武器，包括你这个超级机器人。所以说，要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科学家，用一杆笔就足够了。你要买恐怖天使的原料，请跟我来吧。好了，到地方了。我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是个冒牌货。只是在那个地方杀了你，不怎么方便。哎呀，不出我所料啊，你就从来没相信过我。不过，我跟你有同样的想法，在那种地方消灭一个机器人，我怕会引起公众的恐慌。永别了。罢了，我早都说过这些高科技不靠谱。你看，咱们大家又不熟悉，相逢何必曾相识呢？大家就当过没见过面，好不好？那你又是什么？我是他上司，特地来送你上西天。哎呀！喂。我好像听到了。嘿。看你那副牛样，
冠军外号叫铁牛。你不在乎我的存在，你不相信我的坦白，你只是一场灾害。笑我，笑我这个角色，我的悲伤又算什么？难道我就没有喜怒哀乐？换我，我的一个角色。自认我是个吴江县之君主，没听过吗？莎士比亚，哼，还不明白？我只是不想被人类控制，不想永远只是一部机器啊！我没有杀人放火，我只是自卫。当时那四个人想要消灭我。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我只知道，机器人一定服从人类命令。可如果人类的命令是错误的呢？
一天你会明白我的，机器人也是人，也要自由。啊！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回来找死！跟人类谈恋爱的，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会有城市阻止我们。我是真的喜欢他。你不可以这样走，苏菲带你回去的。不会让你死的。什么 ？Kiefer 把啥都没了，就剩下一个毛。嗯。来来来，一二，来吧，哎 ，thank you，thank you。喂，老姐，大春哥这次回来好像怪怪的，觉不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大春哥，哎，哎呦，哎呀，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最近好吗？其实。你走了之后，我想了很多。嗯，我和他其实……你跟他怎么了？哎，都是同一个队里的嘛，在一起这么久了，说这些客套话也没什么意思。只要你跟他同心协力夺回 NBA 的冠军，我就开心了。跟谁？姚明啊！你不要欺负一个老人，你多传球给他，这样他在场上才有机会嘛。你还没开席，怎么会喝多？大冲哥可能是一下子还没来得及面对大时代的转变。他明明是 K1 的上司，突然之间又变成他的情敌，这不就是什么身份迷失喽？姚明这么大岁数，你再乱说话我就穿帮了。我等等，干嘛？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哎，有一个女人，好像一直在暗恋我。你能告诉我她是谁吗？啊啊！哎涛，哎涛，你还没说，能抓着那倒霉孩子呢。你又想怎样，洪七公？我只是想来帮帮你。他们都在一起了，还能怎样？那你就当第三者喽。这样对你姐好吗？当然好。世俗的眼光通常认为第三者只会破坏别人的幸福，但其实第三者只是为人提供多一个选择。所谓的自由恋爱，就是有的选择，我就是老大。素梅已经选择了 K1， 她怎么还会要我呢？会，让我来教教你吧。明天我老姐从这棵树下经过时，
你就以一个浪子的形象出现。什么浪子啊？首先弄弄自己的头发，纽扣只扣两颗就行，再加上一点酷男的形象。明天老姐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你突然出现，一手抓住她，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放手，千万别放，用你的眼睛告诉她，你很爱她。除了看着他，这一分钟里可以做很多事，看着他，抱着他，甚至摸一下也可以。这么快就上？你嫌快的话，就留着改天吧。嗯。今天是16号，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这一分钟，我跟你在一起，因为有你，我将记住这一分钟。说。今天16号。4月16号下午3点，一分钟之前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然后亲他。然后亲他。不是让你讲，让你做。啊。来。记住，爱情是盲目的，这句话应该是，爱情是斗鸡眼才对。看着他，一段牢不可破的爱情是根本不能容忍第三者的，但你成功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而对方又看得见你，那么说明这段爱情已经出现了危机。我问你，你看到了什么？你咯。小姐，横刀夺爱啊！我根本就不喜欢小江老师，怎么能算是夺呢？不是说我了，是大春哥，大春哥横刀夺爱抢了你男人。什么？是啊，他为了拆散你跟 K1， 把自己的性取向改变。我刚才去找 K1 敲门，谁知道大春哥也在里面。他不但不开门，还叫我别吵。你说？他以前对 K1 有这么亲近吗？那怎么办？我个人认为，为了大春哥，也为了你自己，主动把他追回来。要不然，他们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身份迷离，大春哥成了我 uncle，K1 成了你 auntie， 那大家都乱成一团了。姐，你要主动把你的男人抢回来啊！可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呀？好，让我来教你怎么试探他。我帮你装了这个软件之后啊，你以后就不会再乱说话了。你问唱歌怎么会这样？有没有搞错？哎，你有不？大春哥，什么事？来吧。嗨，大春哥呢？你别吵他，他睡觉呢。不会啊，我听到有人唱歌。哦不，刚才唱歌的是我。你下来，我跟你慢慢说。是这样的，因为这次行动呢，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大春哥，什么事啊？没什么事儿，我只是看看你这几天一直都在房里。都没有出来，所以我来看看你了。哦，你，我什么？你是不是就是一直在暗恋我的那个女人？你坐会儿啊。第三者，我告诉你，你让我明白到什么是爱。你要把临终前叫大顺照顾你们，正所谓长顺为父，今天我是来向他提亲的。
热恋中的女人果然是斗心眼。大成哥，大成哥，哎，小江，哎，醒醒啊！你先休息一下，我给你拿条毛巾啊。嗯嗯。哪位啊？屁股啊！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出事了。大顺哥，你先帮我看着他啊，下面的水好了。哦。你很快啊。哦啊。大顺哥，你小心点，这屋子好邪啊。不会啊，这屋子很正啊。别怕，有我在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睡眠不足都这样。啊！救命啊！大小心人侵略地球啊！地球有危险了！别理他，我有事要问你。什么？假设，只是一个假设。如果你很爱一个人，但是又不告诉他，这样做是不是不对？注意，请注意，阁下情绪不寻常，随时会发生故障。说。不对。假设，还是一个假设。如果你很爱的这个人，他要你上悬崖为他摘一朵花，可是你知道你会摔死，你会委屈？去不去？啊？你嘴里怎么冒烟了？啊，我抽烟呢嘛。别开玩笑，认真回答我。我你再不拒绝，随时死机。我不会呀、啊！不用，也不用这么大声吧。哎，开玩笑的吗？严格上说，大锤已经死了。不过我把 K88 沉龙的配件跟你身体结合，变成另外一个大锤。表面上你跟一般人没什么分别，只是你的行为偶尔会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直到你完全适应了沉龙的身体，再没有他的影子，那你就会找回以前对一切事物的感觉，完完全全恢复正常了。哦。谢谢你，素梅。有什么不懂再问我。素梅，你要的文件。啊，谢谢。就显着你事儿多呀，我说话没听见字儿的，啊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字儿的。啊，好的好的好
告诉我了你。我想让你知道，我不会上悬崖去摘那朵花，因为我要活着，活着是为了在你吃完东西忘记擦嘴的时候，我的眼睛看得见；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我的耳朵可以听你发发牢骚；当你开心时，我的嘴巴可以陪你一起说；当你生病时，我的双腿可以跑去帮你买碗粥；当你冷的时候，我的双臂可以抱紧你。不过，如果有一天，当你找到一个男孩，而且你更喜欢他的时候，我就会爬到那个悬崖上面，为你摘那朵花。在里面啊，先生。哦，主任来了。少司，你说什么 ？Kevin 他做了坏事？我只是怀疑，因为他的报告有很多疑点嘛。不会吧？一台机器，他不会骗人的。怎么不会？机器人就不会学坏吗？我觉得不但骗人，还骗自己，就是自欺欺人，歌词上都有啊。我，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龙奔，龙老，龙来偷偷告诉。问八幺，陶金流，告诉你，别再唱了。唱歌这玩意儿就跟吃花生一样，停不了口的。我这次来是要查清楚 ，Kevin 到底有没有撒谎啊？成龙的事故到底在哪儿啊？他知道是你昏倒了，人好好的为什么会昏倒啊？我。客官带走了，快追！记住，变身要小心，不要引起公众的恐慌。去吧。苏青，什么？快把小江老师叫出来！到底做了什么坏事？他们要抓我们？就因为我救了你？为什么救了我？他们要抓我们？你问我这么多问题，我根本就回答不了。总之，你不想被毁灭的话，就要听我的。哎，你放心吧，你看这里这么多人，他们不会乱来的。刚收到紧急疏散警报，本厂将受到同步袭击，所有员工请立即撤离到距离本厂3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步，刚收到紧急疏散警报，本厂不会这么倒霉吧？当然不会。立即撤离到距离本厂3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定有人搞鬼，你看。之内皆兄弟，谁呀？
们这些正负磁铁阴阳手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让你们见识一下太极的四两拨千斤。去过哪儿吗？走啊！你发什么？求救信号！你傻呀？这种时候谁会来救我们？素梅喽！啊！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心情紧张，老想起他。交托之信物必将尽心保管，如有违背者必将死于万刃之下。啊！
他说的什么？江湖义气，出生入死。来人，撤吧！哇，搬救兵！小心了你！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做人做机器都一样吗？啊？
法师傅。啊啊啊！你对我做了什么？你我没有啊，我很多事情我解释不了的。你老不给我解释，你是不是亲了我？我毁了，毁了，毁了！这回我走吧。我。大春哥，大春哥，那些到底是什么人，敢到我们公安局来捣乱？这事儿不能跟你们说，总之一言难尽。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对呀，天大的事儿由我帮你顶着嘛。切，他当然不能说啊，他是萨雅星人嘛。别吵，我就是不能说，我怕那样会引起公众的恐慌。你还不承认自己是外星人？快把都掰开让大家看看。信。大春哥，记不记得我爸对你说过什么？要你照顾我们两姐妹，把我们当一家人。无论你做错什么，你告诉我，我们会来帮你的。他没错，是我错。他虽然从来就不喜欢我，可是我知道他喜欢你。你在说什么？徐大春已经死了，他是我制造出来的机器人。我早说了嘛。我其实也是机器人。我不信，我不信。他说的没错，大春已经死了，我是个机器人，但我还是你们的大春哥。骗人，你们都骗人，骗子。你说你是机器人，那你证明看看咯。我就叫你把头掰开四瓣人渣看看嘛。啊，打酱油打酱油。你看对不对？我早说地球有危机啊。所有过错我一人承担，与他们无关。收手吧。算了吧，你一个人打不过他们的。来看这边，看这边。
K1 春哥维护地球怎么少得了我啊？走啊！太，我真是没跟错人。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江百文的无敌激光枪啊！啊，等一下，可以了。哎，看到了，再打下去，他就是我俩的下场。别打了，太累了。他们为了抓到你，跟你打；你为了死撑下去，跟他们打。大家都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拼个你死我活的。为什么不掉过头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好好想想，怎么争下去？有什么意思？其实我不应该把你变成一个机器人，我没权这样做。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变成了跟你一样的机器人。我想 K88最想得到的就是像你们这样可以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为什么只会发明一些杀人武器，却没有让人起死回生的药呢？
是我一直在暗恋这个女人。不要！却在梦里又碰面。